我是王瑞瑶，现在在意大利，用很多一分钟的影片来跟大家介绍意大利 Fico， 意大利一个连锁超市所办的一个常设的食品展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做意大利面的摊位，看哦，这里有各式各样新鲜的意大利面的种类。意大利面角做很多，甚至有这种戒指形状，然后。然后就是现做的新鲜的干燥的面，然后很好玩的是呢，他们其实都会合并一个餐厅，所以你在这个餐厅呢可以看到它的制作，然后也可以买到这样子的新鲜的产品，甚至还有干燥的产品都在这里。它比较有趣的是这家呢，它强调的是年轻的，它有很多年轻人哦。大面皮，你会看到，展大面皮给大家看。我是王瑞瑶，在意大利，拜拜。